现在是早上的5:46，要叫大家起来，其实大家都起来了，只是没开灯。我们自从来洛杉矶，关灯吗？太亮了吗？对。你要睡？你要起来了吧？等一下，不要了。嗯？不要关灯。大家都起来了欸。关灯了。关灯吗？好，那我再关灯。应我们家少女要求，我要来泡咖啡。千菜林也起来了，他也工作一阵子了。请问要帮你开灯吗？我们要起来了吗？五点，他们都起来了，只是在赖床。天哪也起来了。天哪也起来了。他不起来就尿尿。没有，他已经起来了。阿佑也起来了，都起来了。我起来了。我来开个这边的灯哈。不要这边很暗的啊，你真的是呢。然后我们来泡一下咖啡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先。你还没有睡饱吗？你应该有睡饱了吧？好，来泡一下咖啡。我们有，现在有水了。我前几天有问大家说，就是在美国到底饮用水可不可以，就是直接拿水龙头水喝？真的是有两派两极的说法，大家说的完全。不一样，有人说可以，有人说不行，哦，所以其实就这样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今天用矿泉水来泡咖啡，要帮你泡一杯吗？要不要帮你泡一杯？要不要帮你泡一杯咖啡？不用哦，千菜林在工作，他好像4点多起来的。我们都在调时差，已经快没有时差了啦，这样子变成早睡早起。早睡比较起。嗯。早睡太早起。对啊，早睡早起。我在上课还早起。对啊，没错。这个美式咖啡是滤挂式的，哦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先把杯子放在旁边，这是昨天他们用的暖暖包。其实美式这种咖啡还是有它的一种味道。等一下，我在干嘛？它这个是这样的，很特别。哦，我前几天其实有喝，还可以擦擦头。我昨天很好玩哦，不是昨天，哎，是昨天，昨天很好玩。我发现他们防务人员啊，可能会有请，就是不是美国籍的，就居然不会讲英文呢。就是防务人员，因为我知道美国下面是墨西哥，对不对？还是哪边？他在忙，还检查字幕。他有戴耳机吗 ？Hello。我问你哦，美国下面是墨西哥吗？美国下面是墨西哥，对不对？你说这边下面？嗯。我不知道哎。对。好像从镜头里来看。往下啦。那、啊、完蛋了，它开始流了，完了，我赶快，啊，天哪，我把这边弄得乱七八糟，旁边有流出一点点，哎，垃圾在丢那边，垃圾丢在这里，我才一点点而已，对啊，他们好像有一些墨西哥的。劳工会来这边工作，所以那天的防务人员才不会讲英文。我在想啦，是不是？可是其实这边离蛮远的，哦、嗯。然后不会讲英文，我觉得是 OK。可是我第一天我把我的停车票卡，就是我很确定，我就是放在桌上这样子，然后上面很明显是一张停车票卡，就整理完房间的时候，停车票卡就不见了。哦，就是我那天晚上回来，我就找不到我的停车票卡。后来是还好啦，他们的系统有办法找出我的车。哦，因为这台车是租的嘛，所以租的车可能你的车号啊什么，你都因为第一天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所以
还好啦，我是有录影，就是录车的周围，所以有录到车牌。要不然其实真的你的车号什么各方面也不一定会记得那么清楚，因为连租车的那张卡上面都没有写车号。不过后来我就是昨天去跟早上去跟饭店人员讲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帮你查一下，就找到我们的车，其实是还联有联动就对了。因为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是先停车先拿票卡才 check in 的，可他后来也有把那个票卡跟你的房间做联动，我觉得这样子其实蛮不错的。其实这个声音蛮疗愈的，我喜欢这个声音。然后其实他们用很多免洗的东西，每个地方的文化可能不一样。因为我自己觉得吧，因为他这边工资很高，所以你有些餐具啊或什么的，不如等一下让它低歪一点，不如就是直接用免洗的去降低他的工资啊。我的感想是这样。有洗碗机，洗碗机还要人拿去洗碗机里面啊，要人工啊，所以发明就是有一个机器会烧盘子，有一个机器会烧盘子，很可以哦，我们要来发明，给你发明好了，这样你以后就可以靠这个机器赚钱。可是那很麻烦，要有一个机器人走到餐桌旁边把盘子收下去，然后他要做分类。全部丢垃圾桶，那就是现在啊，他们现在就是免洗用很多啊。然后我们今天会换饭店，我们下一间饭店是 W 好莱坞，然后新店菜店有查一下，那附近其实比较多，更多东西可以逛，好像比这区还多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比这区多啊？你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说啊？因为你一跟我说话，我每一段话我都要听两次，而且我要找那个位置，有时候听三次，这样浪费时间。我想要好好跟你老公讲，因为我已经一只耳朵给他戴，我这样其实听不太清楚。哦，对，谢谢。啊、是我想要吃，我用完这个，我要去换衣服，我们才可以去吃第一轮的早餐。不能影响他。对，拜托不要影响。不能影响。肚子也是咕咕叫当中。我们最近没吃晚餐呢、欸。好。欸，我们有没有姐？你昨天不是要跟我挑战宝可梦卡牌？现在还来得及，还有半个小时，然后跟挑战一下。妈咪我起来。我们打一局，刚好去吃饭。妈咪昨天被我电爆。妈咪昨天被你电。昨天被你们三个都电爆。好了，拉你起来。拉我。啊。臭脚，臭脚，臭。你踢我。好了。踢我。好了，接下来了。现在五点，我看一下现在几点。现在天还没有亮。我看一下外面。天还没有亮。美国现在这么多车。他们要上班吧？蛮多车给告诉给大家看。我们的外面有一个这个有没有？他们天还没亮就上班了，好辛苦。叫工作就是这样啊。我们也是这个时间起来啊，差不多、啊。我们又不是啊，也是啊。Daddy 跟妈咪四点就起来工作，我跟现在因为时差关系啊，我们四点就起来。外套掉。你看完了吗？看完了，没问题。因为今天妈妈是我的了。今天妈妈是你的，他们很好玩，他们轮流，他们真的都很喜欢这一只，然后就轮流。轮流那个，姐姐，你的书都掉在地上，妈妈就缺货了、喔。妈妈真的。出那个，还有妹妹买，她有出那个伸缩的那个放捷运卡包包。真的哦、喔。跟我现在那个一样。志明有，哎、欸，志明有跑到我们那则影片底下留言呢、欸。那个我还没讲完，然后反正就是，就是他有出那个布的，我之后再去线上方面，因为他那个。店面卖是那个没有办法有拉链哦，好，坏掉。好。我在想我要买哪一个，忘记我要买哪一个。豆壳子。
给你看。哎呦，不是要，不是杰不是要跟我单挑吗？这么差。桌子拿出卡片，我才能帮你。吃饭了，单挑。好了，我们晚一点再打好了。我想睡觉。你想睡觉？好啦，各位早安，这个就是我们一大早，他在玩妈妈。哎呦，才赖床。我看一下、啊。哪有？你就他才赖床。行。啊，我哪有赖床？啊！好啦。你看，他有出这么多哎、欸。出哪个？我看了。他有出爆的，然后。我出很多，对不对？这个、啊，我看看，我看一下，这是抱枕，然后我说我要买这个伸缩拉链，这个买小可斯，小可斯，好啦，各位早安喽，这就是我们起来的一大早。